还记得他吗？零。其实你不是案发后寻找的第一个当事人，他才是。奇怪的是，他把一切都忘了。Who are you？Do you remember this？ 他完全失忆了。这才仅仅是开始。就在去年 ，Lim 死于车祸。这是新闻报道中的照片。这张是我想办法弄到的车内的照片。当年 Lim 的故事正是关于车祸。我也有事情告诉你，我当时竟然真的相信这只是巧合。美国交换生 Sara 2015年10月5日死于中国自杀，他的故事就是关于自杀。看来这个噩梦还没有完。我们现在能做什么？先保护好自己。廖岩。师傅，嗯，想不想听点八卦？拉你个头啊！八卦，什么事儿？廖岩跟梁白琪今天坐一辆车来的，半个小时前到咱们队里。这个廖岩呢，面容憔悴，梁白琪双眼微肿，两人对视的时候表情有些怪异。最关键的是，廖岩的右手腕上有疑似 SM 的痕迹。看清楚了，对，环形的勒痕，捆绑，这样绑着。那资料怎么写的？乱七八糟的。我马上改。走。哎，走。队长走。哎，走。走，队长。走。那个今天天真好啊。哎，廖岩，昨晚没睡好啊？啊，还行。坐坐坐，那个开会了，来案子了。其实呢，也不算什么正式的案子。发给你们的资料都收到了吧？收到了。那我简单说一下，按理说呀，这一般的失踪案，哎，也不会到咱们刑警队。没办法呀，谁让咱们队办这种乱七八糟的怪案，在局里是出了名的。说实话，这个案子真有点怪。小童，半个月内发生了两起中年男子的失踪案，这两个男的呢，都是在加班回家的路上失联了，而且这两个男人都是身强力壮，哎，却在监控当中莫名其妙的就消失了，而且到现在为止，这两个失踪的人一个尸体都没找到，
具体情况呢？小童，说说。李卫可，38岁，大华环保集团的中层。3月13号晚5点，他给妻子发信息说要加班，但是一夜未归。直到第二天，妻子给他打电话，发现电话关机，才知道李卫可人间蒸发。单位停车场的监控显示，李卫可当晚11点29分开车驶出停车场，驶入连心路，然后又开进一条不知名的小路，但那条路不是李卫可回家的路。25个小时之后，他的车在3公里之外被发现，现场已经被破坏，车内没有有价值的痕迹和物证，车内也没有打斗的迹象，更没有血迹，感觉就像是李卫可平静地下了车，然后就消失了。这是上个月5号晚上发生的，2个星期之后，市局又接到一起报案，两个案件极其相似，只是发案地点不同。小童，他叫宋小白，他是在下班路上失联的，他坐着地铁，走了和平时不一样的路，是一条小胡同，然后就消失了。周围的居民也都问过了，现场也搜查过了。更为巧合的是，这两个人失踪后的第二天都下过雨，外围的痕迹都消失了。这两个人最后失踪地点分散在城市两个角落，离得非常远。如果是绑架的话，有没有必要将禁锢点分散如此远呢？这也为躲开监控制造麻烦。如果是杀人地点，倒是有可能的。目前的关联，这两个案件就这些吗？如果是巧合呢？比如这两个人都在躲债，各躲各的债。也有可能跟人私奔了，或者被传销组织给软禁了。这两起案件有并案的证据吗？当地的刑警都对他们进行了调查，两个家庭很相似，这两个人一年内都曾有过婚变，李卫可是婚内出轨，还曾有过对女下属性骚扰的经历，被告过一次。这个宋小白在地铁里面对妇女进行猥亵，被行政拘留过一次。这些关联倒还不算牵强。他们两个认识吗？分局已经调查过，两个人没有任何联系。如果说两个人有联系的话，也就是两个人都曾有过猥亵的行为。廖岩，你怎么看？我是法医，我当然等尸体了。哎，我说你们怎么对这个案子一点都不积极啊？就因为丢的是俩大老爷们儿，是不是？想想当初那面包女孩案，你们一个个多积极啊！就凭一根头发，愣是把被绑架的于冷冷给救出来了。咱们警察办案可得一视同仁啊！头儿，关键是现在我们没有找到失踪的证据。那万一人家隔两天泡完妞回来了，那我们的努力是不是都白费了？你怎么看？有种不祥的预感。那个分局那边现在正在积极找人呢，暂时还不需要帮忙，咱就盼着他们平安的回来。不过，也得随时做好应战的准备啊。是吧？今天到这儿吧。昨晚都累了，回去好好休息。散会。
好。哎，那个女人最近怎么天天来？做咖啡这么多年啊，这种女人我见多了，整天支着个电脑看淘宝，一见男人进来就赶快假装敲几个字。这种女人，我们应该叫她咖啡文艺婊，自己觉得自己是个作家，其实一上午就写十个字，下午还得删九个。你太犀利了，怪不得一直单着。目前还没有哪个男人能配得上我高贵的灵魂。对了，你不是也写小说吗？我跟他们可不一样，真正好的小说都是在夜深人静、披头散发、神志恍惚的时候写出来的。像这些浓妆艳抹、像是装文青的，都是来钓男人的。哦，哎，你看，像这种男的，就是他目标。哟，写小说了。多亏了你们的故事呀。最近有什么新的案子吗？没什么特别的。哎。让我陪你买什么呀？看看家具市场有什么吧。你把我这当瞭望台啦？哎，对了，他们正好在这儿。打个招呼。你们也在啊？介绍一下，我朋友吴大同。你好，我叫郑小九。Nice to meet you. You look so pretty today. 梁博士，你的朋友好绅士啊。这样吧，改天我们请郑小姐还有廖博士一起吃个饭。现在不是很流行 double dating 吗？别闹了，不是买东西吗？赶紧走吧。Just a moment. Double dating.我觉得这个主意特别好。吃什么呢？你想吃什么呀？日料。没关系，还有时间想。走吧。那我们先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Double dating。Double dating。再见。你不是警察吗？怎么感觉胆子这么小啊？突然吓一跳跟胆大小完全两回事，一种是突发性副交感活动急速提升，随后快速平复。胆大也许是一种副交感神经迟钝，被激活的几率会比较低。你啊，这只是从生理层面分析了胆子大小的原因，这未免也太局限了吧。胆子小啊，
是因为某些人产生的恐惧和现实刺激的危险性不相协调，这得辩证的来看。你也看千之龟的小说啊？他的小说知道人比较少，他呀绝对是没有雇水军，没有炒作，内容真心的棒。你看没看那个暗紫黄昏，那人故事绝了。这不是千之龟的小说，这是黑贵的血色正午。不可能啊，那这主人公的名字都一样。子夜，干嘛呢？做咖啡了。我回去干活了，回头再给你的。好。果然是同一个系列。他的手突然触摸到了桌上的那个头骨，法医室的灯闪着清冷的光，照着白板上那些鲜血淋淋的照片。将尸体放在解剖台上之后，他便开始进行尸体的解剖。黑贵，或者叫你千之贵。好，我继续对你的好戏。谁选的呀？刺身，大海，都是你想要的。啊，我选的，挺浪漫的，就是有点热。啊，热点挺好，出汗减肥嘛，显得好。廖岩，你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人死后1到3小时就会出现尸僵，24到38小时尸僵就开始缓解。这一点，人和鱼真不同。我正好有问题想要问你。我妈曾经说过，要看鱼是否新鲜，首先看它的眼，这科学吗？这一点，人鱼还真是相同。人死后6到12小时，角膜轻度浑浊；24到38小时之后，就不能再透视瞳孔。吴总，我能点点素的吗？当然。你好，沙拉或者烤蔬菜给我来点。好的，谢谢。不过郑小姐，你的承受力应该再磨练一些，不然啊，会影响你们俩的感情的。啊？影响我们的感情？不会，我们俩又不是在一起老聊这些。你哪只眼睛看出我们两个有感情了？多吃点。哎，来，麦给吃个虾。哦，我不怎么吃虾，给你吧。女人说如果不爱吃虾，无非就是怕麻烦。对对对，就像女人说没有衣服穿，其实啊就是没有新衣服穿。我爱吃虾。啊。
谢谢你。谢谢。我向你们推荐这家的剔骨牛排，特别好吃。真的吗？那我要一份五分熟，嫩一点。哺乳动物的肌肉纤维在遇到高温时会损伤，然后会产生一种特殊的物质，那种特殊……别说了，别说了。我也要一份。好，来两份剔骨牛排，要五分熟。好的，吴总。还是叫我大同吧。大同。平常梁博士有没有对你进行一些精神分析？我的精神啊，早已经被他给分析透了。估计啊，他对我也没什么兴趣了，是不是啊，麦给？心理医生都是这样的，病人停止付费以后，我们就停止服务了。啊？他是你的患者啊？我也算是病酒生情吧。啊？那我祝你早日康复。大同，你得了什么病啊？郑小九，你有没有点心理学常识啊？定期接受心理咨询不代表心理疾病，也许是内分泌失调呢。啊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干杯！祝我们身体健康。哎，祝大家身体健康啊！干杯。来，谢谢，我帮你。我帮你吧。哎，我自己切吧。要多运动运动啊，消耗一下也不错。吴先生，您的车停好了，谢谢。我还是送你们回家吧。不用了，我叫车来了。我送他。去我那坐一会儿。嗯。正在努力的想理由。不是，我就想早点回家。有什么事吗？回去把你送的礼物做完。那个咖啡馆啊，怎么样？喜欢吗？挺好的。不过，有两只玫瑰花，不知道该搁在哪儿。什么玫瑰？一只红玫瑰。一只黄玫瑰，玫瑰花自然是插在花瓶里就好了，但是放在女人手里也不错。我一直不敢问你喜不喜欢玫瑰，因为我觉得普通女人喜欢的东西你一定不会喜欢。行吧，我先送你回家。谢了。Oh.
对不起啊，刚才我是开玩笑的，别介意。我知道。这不就是半个月前失踪的李卫可吗？正好是石江的高峰期，角膜中度浑浊，初步判断死亡时间是在10到14小时之前。这种环境下行凶，差不多是这个时间段，也就是昨晚的10点。到凌晨2点之间。初步判断，死者死于钝器从后脑处连续击打所导致的重度颅脑损伤。肉眼可见2×4厘米的方形伤口接触面。锤子，斧子可能性更大。这两件事用一种工具就行了。从伤口上看，应该是死后以楔形锐器砍断的。双手找到了吗？正在找。最近雨水太多，痕迹都被冲得差不多了。从伤口流出的血液渗入土壤，深度上看应该是案发第一现场。尸体怎么被发现的？对面大约半公里的地方有屠宰场，这条路是去屠宰场的必经之路。今天早上屠宰场的货车从这里经过，车上的工人下来撒尿发现的尸体。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可能是有点感冒了。发现什么情况了吗？这边是草洼，那边是大海。以死者被锤死的力度看，应该是个壮年男性，他很容易让尸体不被发现。可他并没有这么做，说明他希望尸体早点被发现。很奇怪的现场，还带着一丝矛盾。队长，附近都找过了，没有发现那双手。知道了。嗯，为什么要剁了那双手呢？肯定不是为了掩盖身份，仇恨或者战利品。这双手可能曾经犯过不可饶恕的错。对，他摸过别的女人，先住手。那要查的人可太多了。国八，先控制住李卫可妻子的行踪。已经不用控制了，人已经在局里等着认尸了。还有被他性骚扰过的女下属，以及女下属的重要关系人，比如男友、丈夫或者是重要亲人。李卫可妻子的不在场证明特别实在，他在一家非常大的监控工程公司做会计。昨晚案发时，他们正在彻夜加班，全公司的十几个同事，还有100多个监控，都可以证明他没有昨晚的时间。嗯，关键还有告他性骚扰的人。自南那边还在调查，但听说早就和解了。那个他曾经出轨的对象呢？也在查。我现在就担心这个宋小白别再出什么事儿，真要来个连环杀人，够我们受的。
镊子。怎么是你？他呢？出去取材料了。我来做心理测写，得知道凶手杀人时的心理状态。总觉得很奇怪。你发烧了。38.5。你这不是测室温的吗？坐下。把嘴张开。好了。你刚刚对尸体也做了同样的动作。病毒性感冒，你需要退烧和休息。别传染给别人。拿着。吃什么药啊？吃药7天，不吃药1周。病毒性感冒吃药也没有用，你只有好好休息。哦。哎，你要给吴大同打电话吗？我不需要人照顾。你怎么不说多喝开水？多喝开水。谢谢。约到你家，给我催眠，就是为了你要的那个故事拼图，嗯？我还想告诉你，保护好自己安全。仅此而已。我们仅仅是有过特殊经历的人，至于我是谁，你并不在乎，对吗？不明白你的意思。但你是廖岩，这对我很重要。早已看破了结尾，却不肯卸下防备，有多心随着记忆消退，叹息着事与愿违，多可悲。我们早已不是别人口中说的天造地设，你是否尝过眼泪的苦涩？有着你的回忆太过汹涌，像大海中漂泊的船，随波逐流，执着地追寻你说的港口。算了，也许是我太过念旧，还没有把你的回忆赶走，骗自己不想你了。早已看破了结尾，却不肯卸下防备。
随着记忆消退，叹息着事与愿违，多可悲。我们早已不是别人口中说的天造地设，你是否尝过眼泪的苦涩？留着你的回忆太过汹涌，像大海中漂泊的船，随波逐流，执着的追寻你说的港口。算了，也许是我太过念旧，还没有把你的回忆赶走，骗自己不想你了，骗自己不想。